气的大宝又欺负妹妹了。哎呦，我得整整他。哼，我给小宝贝先装一点好吃的吧。我一会儿整整那个臭大宝。我先给小宝贝装点小宝贝爱吃的棉花糖，你看，可漂亮，可好吃了。还有这个爆浆软糖，也给小宝贝装在里边。还有一个小恐龙的玩具也装在这里边，给它扣上盖子。这个是那个大宝宝的，我要整整它，我给它放一条蛇，我要吓吓它，我让它天天欺负妹妹。嘿，宝宝宝宝，来吃好东西啦！来了。哎呀，刚刚是不是你大姐欺负你啊？把你大姐喊过来。大姐大姐，她吃好吃的了。哦，我来喽！嘿嘿嘿，我的肯定是好吃的。我的才好吃的。你的啥也没有。你啥也没有啊，一个好吃的也没有。有，我这里面才有好吃的呢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，你打开给我看看。去，你有啥呀？啥也没有。嗯。哦，这是羊的恐龙玩具。恐龙玩具我不稀罕，我也有。哼，没有好吃的。哼。有好吃的。啥呀？爆浆软糖。哎，我想吃啊。好的。我这里边肯定也有笑脸糖，去，我不要，我这里边也有小花糖，啥呀？啊，啥？